好，张林生1月16号 first take 开始。各位大家好，声音大一点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张林生。啊哈。今天我演说的题目就是我忘记穿衣服。穿校服。校服。嗯哼。今天早上我很晚起床，所以我就赶快洗脸和刷牙。到我穿衣服的时候，因为我太赶了，所以我只脱了衣服，可是没有穿校服，所以我就当我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我看见自己的私人部位，就知道我没有穿校服，我就拿我工作纸，然后摆在自己身上。然后我就拿一些颜色笔涂在身上当做校服，最后却给同学发现，他们就笑我。我的演说到这儿，谢谢。啊哈，